好，那个什么，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网络行销的第一讲啊，第一讲。那我们刚好在第一讲的时候，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跟同学们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一个课程的内容的一个安排啊。我们有分那个课本的一些内容，还有电视授课的一个内容，再就是课业辅导的内容啊。我想我们。这3种授课方式的内容都会有所不一样哦。我不会按照电视授课内容，不会按照课本的内容啊来做一些说明啊。那这样子我就不会有一些重复的内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3种不同的一些课程的内容，能带给同学们呢更多更实务的一些知识啊与内容啊。那也丰富了大家的一些那个专业知识。不会再用一种授课的内容来跟大家来透过电视啊课业辅导来做一些那个说明重复的说明，也不会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我想第一个我要做一些说明的啊，那第二个我想我们刚好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明是我们的电视授课的方式啊，我也不会自己按照课本的内容啊来平铺直述的说一些课本的一些内容，我就会我的上课方式会利用啊，我想会找每一讲次都会找一些业界的一些专家哈，跟大家来做一些他们自己本身所从事的这个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想他们都是从事网络行销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他们的一些经验，我想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每一个讲次都会请他们来做这方面的一些分享。那同学们也可以得到非常丰富的各个专家他们的不同的经验这是第二个，我们的授课方式也会比较生动活泼实务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当然就是第一讲当然要找一个那个最精彩的最有经验的一个业界专家，他本身也经营他们的网站，也非常有成就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那个PLMN，购物网的负责人，也就是目前的总经理林文正总经理。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林文正，是目前金灿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那公司有成立一个是 PLM 漂亮妹妹购物网的一个经营模式。那今天很高兴来跟同学分享我的一些经验。好，谢谢林总经理啊。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来介绍第一个讲次，我想很重要，我们就来请林总经理来分享他自己本身经营网站跟做网站行销跟产品行销的相关的经验跟大家来做分享。所以当然第一个主题，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网站行销与产品行销啊。所以那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把它切了两个重要的一个那个题目提纲来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一个当然就是从我们当然要如何吸引我们的目标族群到我们的网站来到我们网站来浏览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次主题。第二个次要的主题就是我们希望到我们网站来浏览的一些目标族群能购买我们的产品他们为什么可以然后如何让他们来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针对这两个主题跟大家来做经验分享，就请林总经理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所以第一个主题那个文正，我想最重要一个网站的成立之后，其实才不只是行销的开始才是真正你要去让人家如何知道你的网站这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是不是就你的角度来实物的一些经验来跟大家分享你是如何来吸引目标客户到你的网站来的一些实物经验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好的，我想各位同学，当然你成立一个购物网站的目标的核心还是商品，好，那如何把你的商品的特色透过网络的传播，好，然后告诉你的顾客。你在卖哪些东西？你的哪些东西是比较有特色的？那要做出一些差异等等。那以国内的电子商务目前的大环境来讲的话，根据资策会的统计，在去年的营业额
大概已经超过产值已经超过大概将近7000亿了。嗯，那未来我想每年还会大概有10%的成长，所以怎么样利用你的特色，把这些族群的眼球目光啊能够吸引过来？那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你的商品别，比如说我是做化妆品的，那以化妆品来讲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一些品牌还有一些特色，透过网页的编排啊，然后还有一些促销的手法，然后能够吸引你的会员啊，然后能加入你的会员，然后成为你的购物的一个伙伴，然后之后能够透过电子报把一些讯息能够告诉你的会员。那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是做3C 的，我想3C 的产品就比较制式了，好，有一些规格化就比较让顾客能够很容易的了解这些商品。那另外一个就是族群很重要，啊，能够怎么把族群在网络这么茫茫这么多的网站里面，这些族群怎么能够知道你的网站在哪里？所以可能要透过一些工具啊，比如说电子报啦，好，或者是说一些搜寻引擎的比如说像 SEO 网站优化等等，好，这些工具能够促使你的网站能够快速的曝光，能够尽快的让你的会员、让你的顾客知道你的网站的特色在哪里。好，那我想刚刚总经理有提到啊，大概我们后面的讲次其实都会讲到更细的啊。我想今天当然因为第一个讲次嘛，我们先给同学们一些观念了，就是你们的公司大概是如何啊来吸引啊那些流量吧，就是目标族群到你的网站来。我想应该有一些程序步骤，我们是不是就从第一个啊，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分析有效的目标市场，是从这方面逐一的跟大家来做一些那个说明跟分享。好，那我想进入目标市场的一个行销的一个计划，好，我们可能要先拟定一个计划，有些策略跟步骤。比如说你的产品采用的范畴在哪里，那你可能有一些地理的目标，像我们的网站是服务海外的华人，并不以台湾的顾客为主，好，所以这些的策略的方法可能要做一些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媒体广告的媒体的曝光要在哪里做一个曝光，好，或者是说登广告也好，或者是说你可以请一些部落客来写一些一些推广的文，好，甚至我想举个例子，举例比如说像以实体通路来讲，比如说你要推出一个新的产品，你可能会在百货公司专柜先去设一个柜，让你的品牌知名度有一个包装，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做一些滚动式的行销，比如说你就可以铺到一些平价的杂货店，或者是说甚至你可以到一些折扣商店去做一个铺货的动作，让一般的消费者知道说，哇，你的商品已经是曾经在某个百货公司专柜曝光过。那我想同样的道理在网络上也是一样啊，那你怎么透过一些网址行销的工具啊，也可以加速你的一个曝光，比如说像搜寻引擎啊，或者是说你有一些电子邮件啦，好，或者是说你可以做一些甚至比较病毒式的一个行销，让口耳相传，那甚至有一些论坛的行销，像视讯的行销，好，那微博的行销，好，像待会我会举公司的例子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比较目前比较快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些社群的行销，比如说你可以透过微博，甚至透过手机的 APP， 像现在 LINE 也很流行，大家可以做一些贴图，让你的网址很快的曝光，让消费者赶快认识你这个网站。好，谢谢林总经理啊，那个简单扼要的说明啊，我们是不是在这边稍作休息啊？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那网络行销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说要把我们的目标族群先把它那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目标族群了，目标族群了解完之后，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些目标族群到底会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嘛，我们才可能用这些工具跟他们做接触，是啊。
那这个工具的一个挑选，就会根据我们的目标族群会使用的工具来跟他们接触。可是上面又搭载着一些内容，对，还有一些行销手法。我是，想，是不是请总经理啊，就这一部分再跟同学们分享，到底，用什么样子的行销手？比如说，有提到的是病毒行销啊、是，口碑行销对，啊、体验行销这些各式各样的行销手法。搭配着一些你要跟目标族群所传达的一些讯息，就是内容嘛，是。透过这些工具，有效的跟我们的目标族群做沟通，是不是就这一部分请总经理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网站是如何做到的？好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哈，当然可能也跟网站有一些部分的关系。我想一个就是你可以透过部落客，好部落格的行销，好那当然这个需要时间，而且需要一些不断的文章的撰写，而且知名部落客的培养可能花费的时间也比较长，好那另外一个说部落客的广告的也是广告商也会提供一些佣金啊，让部落客来置放广告，然后赚一点这个广告费的点击的费用。所以，你必须要付费给知名的部落客，像美妆的就有很多台湾的很多知名的部落客的妹妹啊，分享她的化妆前跟化妆后，还有一些体验的经验。所以必须要协助一些请他们协助一些推荐的文章来行销我们的产品。不过，我想有些部落客的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要小心一些公平交易法跟食品卫生，好，还有化妆品这些法规，哦，不要踩的线，得不偿失，也会对企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影音的行销，好，怎么样透过好玩的影片，然后造成大家疯狂的点阅，好，那这样的影片可能会上某种新闻版面。我想最早最早之前，像 iPhone 这个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有人把它丢到那个果汁机里面去打，好，打碎，那造成疯狂的点阅。那一只手机好几万块，竟然变成了粉末。那可是重点不是在那个粉末，而是在这个 iPhone，还有这个，甚至是那一只那个缴税机，它也声名大噪了。我想会这个有机会让厂商，还有让厂商，还有我们的顾客看到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一个管道，尤其现在的 YouTube 的点阅，而且现在也没有设空间，所以大家可以尽量的朝着这方面去发挥一些创意跟发想，让你的产品在短时间也能够曝光，而且是省钱又省事。刚刚总经理提到的，其实就是有一个属于话题行销是，嘛，对，你制造一个话题，制对。造一个事件，让大家能对你的产品做一个聚焦那大家就会去网络上做这个产品的搜寻。是。那假使你的网站有这方面的一个关键字，其实很容易哇，那就更把好了，它吸引到你的网站来了你是，有卖差不卖这个 iPhone 5的产品，然后 iPhone 的产品，是，你假使制造这个话题，对，那大家就会上网去做一些搜寻，因为这个话题一出去的话，大家就会借势就大概这个风潮，大概就会去找相关的关键字，是。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人聚集到、吸引到我们的网站来了我想你刚刚也提到那个部落客啊，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的我们行销所谓的一个意见领袖嘛体验者，对，体验者，他们大概使用后的心得，不管好坏或怎么样子，他们可以把他们真正的使用的感觉心得表达是，出来，放到网络上不过这个还是要去做一些真实的一些那呈个现，呈现对，不能去做一些虚伪造假是。去做一些那种操控。我想这个假使你能真正的把一些消费者的使用的心得放到网络上跟大家分享，大家看到了就会能比较产生共鸣嘛产对，生共鸣，所以大家都想要避免那个那个犯错的买错产品的风险，当然一定对，会去做一些那个参考上网比找较，一些参考比较除了价格之外，可能还会去做一些功能还有它的效果的一些比较，尤其是化妆、美容相关的保养是，品对。那这一部分其实是目前讲真的会比较重要的。刚刚你提到你的很多
目标族群其实是在海外啊。是。那这个工具就用的又都不一样又了，不一样是不了。是你？比如说你的目标族群是在大陆，对，对。大陆的他们用的工具跟台湾就不又一样不了，一样。他们用的搜寻引擎跟台湾也不也一不样一样，对。啊，他们用百度，我们台湾大概用 Google、Yahoo。Google、Yahoo，对。我们用 Facebook，他们用是，的是微博对，啊，是不是？你可以在这方面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的，我想待会我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网页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微博上面怎么去跟我们的网友做互动。那你们看到的现在是公司的首页啊，那其实我们的产品相当的多，虽然网页看起来只有一页啊，可是里面有很多层。那目前上架的商品已经超过9000多样了啊，所以非常的多。那公司在下面也有设立一个微博啊，因为我们是行销在海外的华人为主。那海外的华人大部分以大陆的留学生居多，所以他们比较喜欢用微博去做沟通，在 Facebook 上面反而比较少。所以我们这边就有很多网友啊，比如说他登了一些开箱文。啊，他如果登了开箱文，我们有做一些回馈的动作，等他下次下了订单，我们就可以送他一些比较贴心的小礼品啊。所以我们当然在上面也有把我们一些目前在促销的商品做一些展示啊，不定期的也办一些活动啊，然后也做一些新品上市的活动。那一看像目前这个开箱文啊，这是我们的会员刊登的啊，其实大家买东西都喜欢秀一下。哦，秀一下，说我买了哪一些，然后哪一些好处，那有哪些折扣，那希望跟我们的网友们做一些分享。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这个也是一种社群方式的行销，因为透过他与登微博与他的朋友分享之外，那对我们来讲，这个网站的曝光率也有他的朋友看到了，哦，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扩散式的一种行销。好，谢谢总经理的一个说明了。我想工具的使用还有一些手法的一些运用，是，其实对我们所谓的要吸引目标族群到我们网站来，都很重要对，啊。尤其是你刚刚也稍微有提到一个，就是搜寻引擎的一是，个使用这个工具哦，非常重要，因为。85%的使用者其实他们会使用搜寻引擎来做搜寻的行为哦，他们搜寻其实就会用关键字。是。不过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论这一块哦，因为这一块我们会放到后面再来做更详细的说明，如何把搜寻引擎优化这个是，来工具用的淋漓尽致啊，来掌握到它的一些特性，我们再跟同学们再做一些分享。好，那工具其实非常多了哦，还有什么 BBS？假哦，使太多了。你的那个目标族群是那个大学生的话，那是，BBS 一定是少不了对对对，PTT 呀，台湾为主，接触的一是，个跟这个族群接触的一个工具哦，对，尤其是大学女生女生上 BBS 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多，的哦，那他们就会做一些话题哦，就在上是，面做讨论，所以甚至还有其实化妆品还有很多论坛啊，对都对很对，有我们名在的，业对，的论坛，国内的、国外的其实也有，也有对，假如也你的有。目标族群在国外，你当然就要加入那个国外的那些论坛，化是，妆品的论坛。国内论坛，比如说有很多嘛，就是那个，像那个FG 啊，FG 哈，还对，那有 Fashion Guide 对对，对还对有那对个 You Are，Your Cosmet Cosmet 对，还有这个大概是国内比较比较知名的，两流量大也的很大，还有好像手机网也有做一个化妆品的一个频道，是，化妆品的频道，所以这方面到工具的使用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只是我们要挑对工具来跟我们的族群接触是，了好，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做一个休息，我们再马上回来，谢谢。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跟您。那个什么，林总经理在做一个那个第二个次要主题的一个分享。假使我们把人吸引到我们的是。网站来了就是花了很多心血，
把人吸引到我们的网站来，就如同说，实体商店花了很多广告费啊，或者是一些传单啊，把人吸引到店。可是，我们总要是让他人要来买我们的产品嘛。到了店里面之后，逛了一下之后，你总要买我们产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重点了人到了，那我们要如何去让他来买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就这一部分？来跟同学们做一个分享，比如好，说吸引了很多人到我们网站来了，总要让他能买我们的产品吧？对，我想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一些差异化，就是说你的商品，跟其他的网站或跟你实体的通路上面有哪一些的不一样，那你可以提供一些服务，甚至你可以提供商品的多样性，甚至一些商品的组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除了售价以外，额外的服务跟优惠是哪一些？像最近台北的网站，就网络的网站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打的是运费，几乎是免运，而且比的是速度，甚至有8小时到货的，我想24小时已经是常态了，甚至有提供到8小时、6小时到货的，我想这个就是提供一个很大的差异化，然后会造成一些话题。那第二个就是独特性，像商品的特殊性，比如说你是少有的、限量的。然后限时的、少样多量的，或者是多样少量的，等等，这些都可以吸引一些团购的方法。那当你团购，因为团购都是有一个人会来主导这些商品，他要把一些商品分到来团购的人，我想这些商品你就可以，比如说加付一些 DM，他可能不知道说你的网站在哪里，那透过这样的方式，透过实体的一个 DM 的方式，让他能够吸引到你的网站来，以后他就可以变成自己来买了，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提供一个完整性，那我们在网站一定要提供这个充分的资讯，透过滑鼠的点选，那就造成了这个传统的实体的世界购物的模式是一样的，包含逛街啦、询价啦、比价啦、付款啦，甚至送货一次到成，那完成一个流畅的一个线上购物的机制我想这样的一个完整性，消费者就很习惯的这样的购物的方式，尤其现在目前在这个工商脚步这么快的一个社会上面，所以在网络购物已经变成一个趋势了，而且它会节省你很多的时间。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同学们可以在这方面可以多加的做一些思考。好，谢谢总经理哦。我想，刚刚总经理其实点到了一个重点哦。其实，在经营网站的产品的选择，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哦。是。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些差异性，有没有独特性？因为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其实都会上网用搜寻引擎来对，做比比价价，嘛？比价你的产品其实跟别人一模一样的衣服，就是一样的品牌，或是一是，样的样式、一样的颜色，那价格不一样，当然他们就会选择比较便便宜的宜那的，一个来对，买了。我想，当然就是我们要选对产品是，现在有一个口号就是说，不要第一，要唯一嘛，对对不对对对，我不见得要做到第一，是。但是其实我要做到唯一这个产品搞不好只有我在卖。哇，那就太好对，了，那就很，可是这个讲真的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对，所以可能就会要有一些那种策略的变化，像你提到的商品的组合就很好我常常在上课也跟同学们分享，我说很多业界大概其实就用产品组合嘛对，做出来差去异，做一些差异嘛让你根本无从比较起，对，对对不对对对，你就很难比较了。我2个、3个产品放在一起。是。你怎么去比较我的价格啊？对，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如何猜？对，如何去把它价格做一些那种来拼凑？是，我到底实际售价是多少？对，或者是用正品，赠品也对是不一种对？方法，正品那更是你摸不透它这个正品的一个价格，你对，只能用市价来做衡量。是，我想这些其实都是塑造差异化，而且塑造一些网站的一些产品的，比较不容易比较的对。一些那个方式，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独特也是很重要。可是我刚刚提到的独特，讲真的，不见得那么容易做到的那当然，其实用限时限量的优惠方式也是
也是制造一个话题，速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哦，就如何当下立断哦，来把你产品马上就丢到购物车里面去了哦，对，一看到那个价格，其实就是有很诱人的一个价格，而且是限量的啊，对，前十或者是前十五，是，逼着你不得不去做一个采取行动了哦，我自己。也试过，其实这个假设广告上面有限时限量的，通常就会有急迫性，你就会去想要去那个啊、去买。那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完整性，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现在网站网络为什么会有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放非常多的东西。对。你的实体店面，你只能放有限的空间，放有限的产品。对，你只能挑热销的，对，或者是说比较流行的，流行的产品放上去啊，销得好的你才能放，对，销不好的其实马上就下架了。下架了。可是在网络上的话，你就是要提供一次购足的那种啊、那种服务，对啊，大家。到你这边就不需要再去那个其他的地点去做一些拆成它的购买的，是整个把它做一些分割了，是你这边产品的多样性呢、当然就是一个你的特色了嘛，对、网站的特色，我这边什么都买得到，对啊、而且就是让你能很方便的啊、来取得这些产品。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产品啊，就是如何，其实这个术语叫做提高流量的一个转换率，是转换率一个我们网络行销的一个术语吧，就是conversion rate 啊，就是一个提高购买就是转换率嘛，有购买转换率或是其他的，其实我们网站经营都有一定的目的，或是行销活动都有一定的目的，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目的来提升到我们网站来的那个人潮的一个达到我们网站目的的一个比率，是要是能提升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绩效了，对，它会反映在业绩上面，对，所以除了会吸引人到我们的网站来，最重要你还要能懂得如何去把人进来我们店里面或进来我们网站的人能那个啊、能说服他们来购买我们产品，就刚刚所谓的一些各式各样的方法，对不对？限时限量啊，还有什么？其实现在很流行叫做饥饿行销，对不对啊？对，我让你，其实就让你，让你买不到，让你买不到，对，让你就是在那边等。等的话就是有价值，有价值，对不对？对，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个都是一些行销的一些手法，也是一些心理的一些应用嘛。对对对、你买不到，等得越久，我能买到的话，其实它的CP 值啊，就是越高，心中的价值就越高嘛。其实不在价格，在它的价值。对，产品其实最终还是在它的。带给我们的那种效用跟我们的内心的价值。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主题啊、透过总经理的网站的一些经营的分享，跟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扼要的一个分享说明的啊、那谢谢林总经理的一个说明，也谢谢各位同学的一个观看，我们下一个讲师再见，谢谢大家，谢谢。